娱乐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袁成祥，直击陈翔回归乐坛，心底话老实说。这两年啊，其实我觉得我是这一次回黄那，有一点感觉很不一样的人。然后人甚至都去拍戏，都比较多是在戏剧上面。对，所以对音乐这个东西，就是越来越没有一个非常觉得可以回来的感觉。有点渐渐的遗忘了音乐的东西。粉丝，谢谢你们一直等待。Yeah. 啊，谢谢你们的尖叫声是我最强的后盾。谢谢谢谢。好好官方，好走走走。团体当久了，我知道我知道。从 Special 出发，陈翔单飞后也曾挑战演员。感谢生命里有个你在陪着我。哎，你干嘛拿瓶子打我的头啊？很痛哎！暂别歌坛些许时间，陈翔电人演技狂圈粉，这回再度回归歌手身份，也许有质疑，有期待，有压力，这一切陈翔选择认真面对。这次回来我是很开心，然后也是带着一个我自己出来了，我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。那么我希望不管是在戏剧上的作品，或者是音乐上的作品，我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。对，就是因为有些歌迷可能会想我音乐人的身份，那我一下又变回演员的身份，我觉得这是蛮好的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辛苦你们等待了。这一次我是音乐人，对，那希望你们都会喜欢我的全部的面貌，然后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把所有每一件事情做好。